Welcome to Mandarin Corners, HSK Vocabulary Level 5 Adjectives, 91 to 120. 第91个, Nun. Nun means tender. 这烤鸭肉很嫩, 就是有点油腻。 这烤鸭肉很嫩, 就是有点油腻。 第92个, 能干, 能干 means capable. 他是我见过最能干的人。 他是我见过最能干的人。 第93个, 浓, 浓 means strong. 这个咖啡对我来说太浓了。第94个, 偶然, 偶然 means by accident. 前几天我偶然遇到了他。第95个, 疲劳, 疲劳 means tired. 我的眼睛很容易疲劳。第96个, 片面, 片面 means one-sided. 这是一种很片面的解释。第97个, 平, 平 means flat. 我更喜欢穿平底鞋。第98个, 平等, 平等 means equal.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99个, 平方, 平方 means square. 请问这房子多少钱一平方米？第100个, 平静, 平静 means calm.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第101个, 迫切, 迫切 means urgent. 大城市对新学校的需求极为迫切。第102个, 朴素, 朴素 means plain and simple. 她总是穿一件朴素的黄色连衣裙。第103个, 谦虚, 谦虚 means modest. 不要自夸也不要太谦虚。第104个, 浅, 浅 means shallow. 这河十分浅, 我们能看到水中的各种鱼。
各种鱼。这河十分浅，我们能看到水中的各种鱼。第105个，强烈。强烈 means strong。空气中的气味仍然很强烈。空气中的气味仍然很强烈。第106个，巧妙。巧妙 means clever。这个故事的构思相当巧妙。这个故事的构思相当巧妙。第107个，亲爱。亲爱 means dear。亲爱的妈妈，我永远爱你。亲爱的妈妈，我永远爱你。第108个，亲切。亲切 means cordial。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第109个，勤奋。勤奋 means hardworking。他果真是个勤奋的年轻人。他果真是个勤奋的年轻人。第110个，勤劳。勤劳 means hardworking。我的爸爸十分幽默，妈妈十分勤劳。我的爸爸十分幽默，妈妈十分勤劳。第111个，清淡。清淡 means light。我们家的早餐是很清淡的。我们家的早餐是很清淡的。第112个，全面。全面 means comprehensive。你的解释正确而且很全面。你的解释正确而且很全面。第113个，热烈。热烈 means enthusiastic。 他一出场，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一出场，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第114个，热心。热心 means warm-hearted。 他善良又热心，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善良又热心，大家都很喜欢他。第115个，日常。日常 means daily。我太太将日常开销都记录下来了。我太太将日常开销都记录下来了。第116个，荣幸。荣幸 means be honored。 见到你我很荣幸。见到你我很荣幸。第117个，弱。弱 means weak。 大夫说他身子弱，应休息几天。大夫说他身子弱，应休息几天。第118个，傻。傻 means foolish。 别装傻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别装傻了，你
知道我的意思。第119个，深刻。深刻 means deep。 他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120个，神秘。神秘 means mysterious。 最近他的行为很神秘。最近他的行为很神秘。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给我们点个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下期再见，拜拜。